啊，心情特别的激动啊！这个能跟冠军在一块儿，冠军队，哥哥，对，他们冠军队。哦，你们不是下午那批观众啊？那怎么我说出来会没有这种反应？够了，谢谢你了，够了，谢谢你。太大好人，那行，那我把下午的节目再演一遍就好了。谢谢您吧，谢谢您吧。张鹤伦粤语说得好，啊，咆哮来了，钢筋膜，还离开水皮屋，怀着冷酷，怀着冷酷，哎，我不唱还真不会呢。钢筋膜，还离开水皮屋。怀着浪客流离生活飘云峰，风雨里追踪，苦里分马情重，天空海阔你我可归边。这儿的观众实在是太热情了，真的，我这唱错了他也不批评我。我实在是也不太会粤语，这个伦哥来说应该对这个很有研究吧？没听过哇，总队长都不学习学习吗？是在进步中吧？总队长也有堕落的时候。是，跟伦哥我们两个其实是这个这场来说吧，我们已经合作很多回了。对，窦骁社来说，伦哥对我特别的照顾有加。哎呀，因为我真的是太惨了。那个不惨不惨，这一季挺好的，很好了。这一季算是这个翻身了。对。高光了，哎，对，上一季的时候不知道您看过没有？我现在已经是翻个儿了。上一季的时候有一期是挑水的，我挑了一天的水，我一直在挑，后来导演跟我说：“贺伦别挑了，游戏结束了。”叫人怨妇，逮谁跟谁说。确实有点惨，但是这季来说特别的开心。是，对了，能有今天的这些呢，都是感谢我们那个德云窦骁社啊。对，他演了17，拿了17钱。对，其实这期来说没有尝过冷板凳滋味啊。别忙，北方有句话就有屁股不愁挨打，这话我真是说早了。我跟你说，在这个窦骁社当中啊，你别看就是没有经历啊，特别惨，但是在家里边来说啊，最近有点惨了。哦，还是惨啊，有点惨了。怎么回事？您讲讲。就比方说前两天吧。前两天你说我们来这儿录窦骁社，我们这强度多大呀？我们挺累的，一天早上8点录，晚上12点结束。都37了，我36。我说我呀，就是强度大。但是咱30来岁、35岁、36岁，这又有显年轻的时候。是。比方说你看啊，刚36、37，啊，这么早就死了啊，英年早逝，也有这时候。咱就说我那个前两天来说吧，我认为真的挺惨。你说这么大的强度窦骁社，我本来想在家里边啊睡个好觉，哦，多睡一会儿，精神头足啊。是啊，结果我那败家媳妇儿，哦，他的爱人不让我睡，到早上6点他就起来了。是，你说他起来就他起来呗，他起来啊，他来扒拉我来，扒拉你，哎，原来压切面的，掉啊，老公，哟，多好，老公，老公，还老公，老公，6点了，六点了，你起不起？你起不起？你起不起啊？起不起？一听这话，火烫就烫了。呵，你上来给我一下子。几点？刚6点。大发雷霆。6点就让我起来？过两天录节目不知道啊？啊？都凶了。6点就起？我起呀！我起呀！我起你个大西瓜呀！这叫什么语言呢？不知道。你个大西瓜呀！哎，您呀、啊，愿意起就起，不愿意起再睡会儿。我媳妇儿说了啊，行行，愿意起就起，不愿意起再睡会儿。您先等等，这话谁说的？我媳妇说的。怎么跟我说的一样啊？巧了，这叫寸劲儿。寸了，赶上了。呵，你说我起来呀、啊，不就完了吗？是啊，没完。瞧这身段。
没完啊。他呀又拿过来一杯茶来。茶。老公。老公。老公。喝两口。喝两口。你喝两口。喝。你喝不喝？我一听这话的火烫。哎呦。哎呦。年轻一岁是一岁啊。爹呀、啊、我刚坐着醒醒嘴不知道吗？拿着茶了喝没有点眼镜吗？我喝呀，我喝呀，我喝你个大西瓜呀。都拿来了，您愿意喝就喝，不愿意喝撂那儿。我媳妇儿说了，都拿来了，愿意喝就喝，不愿意喝就撂那儿。怎么又跟我说一样了、啊、巧了，寸了，赶上了。呵呵，这不邻居都知道。你说这喝两口啊不就完了吗？没完，又来了。他又拿过来一烧饼，吃那烧饼，吃的那个。嗯，拿过来一馒头，馒头，完了看着像烧饼，是馒头啊，拿个馒头来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吃两口，吃两口，你吃两口，你吃不吃？我一听这话，我的火就收住了。真不错，因为我想人家让我吃也是好事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给一点，还是没躲开。哎呀呀呀！刚几点啊？疯狗一样。刚起来。嗯。吃得下去吧？一馒头。我吃啊！我吃啊！我吃个大西瓜呀！哎，不是，什么叫大西瓜呀？哎呀！我跟我媳妇的暗号。哎，你怎么也知道这句啊？听好几回了。哎，要您说，我吃不吃？嗯，你说话呀！啊，我吃不吃啊？我那败家你娘们不理我了。还听我？哎呀，我说话可以，怎么了？我先问清楚，这里还有没有你媳妇了？没有了，真没有了吧？你要不爱听的没有了，真没有了哈，没有了啊，那没有了，咱就行，咱就说两句。要有，我可拿扇子打你了啊！您放心吧，您吃两口。哎，我媳妇儿就没说话，这回还不错。我儿子过来，爸爸你吃两口。